统蔡英文亲自带旁边的瓜地马拉总统莫拉雷斯抗力游大溪，体验架杠台湾咪，不能错过庙宇参拜。三太子表演，莫拉雷斯总统大开眼界，小英拼外交，直接带友邦元首爬爬灶来大溪，不止逛老街，还要到茶厂当文青。好，请科科厅仰望窗外。好，人民的很好，这就是文青跟王美的拍法。来，茶厂一定要拍这张照片。听到茶厂拍照秘籍，小英忍不住笑出来。倒是莫阿雷斯总统配合度百分百，小英总统当导游，外交观光一网打尽。但是同一时间传出，我国另一个友邦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上任后可能弃台投中，小英强调都在掌握中。这段期间以来，中国对我们打压确实是不断的，而且力道也越来越大哈。那但是呢，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哈，跟我们的友邦们一起努力啊。来稳固我们的外交，对内安抚民心，对外团结盟友。小英前一天也在脸书发文，台美关系再进一步，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重新确认台湾关系法之承诺决议案，包含台美官员互访、军售，呼吁国务卿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，台日关系也没放过。小英在 Twitter 祝福日本进入令和时代，期待在令和时代台湾与日本也能扶持彼此，持续当彼此的最佳伙伴。大批日本网友留言台日友好，谢谢台湾。在中国金钱外交打压下，小英以实力外加亲和力带台湾走出困境。三立新闻刘婷、张贤小组桃园报道。